现在要画一个，一个小老虎或者一个森林里面的动物，你猜会是什么？我不会告诉你们的，因为这是一个很酷的小动物。第一步，在上面画一个圆圈，记得大大的，也必须得很圆。第二步，再这样画一个，把这个给擦掉，这样画一个这样的。然后第五步画一个大眼睛，不是，是第三步。第四步再画这边的大眼睛，你现在能看出来了吗？再画一个这样，现在能不能看出来是啥？然后画一个这样，是像他的眼珠子，然后 color in。你还是看不出来吗？还是能看得出来。然后画一个这样，画一个这样，这样，再这样。然后再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不是这样，应该不是这样。这样，你现在还能看出？你知道现在知道了吗？这是啥？还是不知道？还是知道的？告诉你吧，这是一个鸭子。这样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这样。就有一个大鸭子了，这样，这就是你的鸭子。没说谢谢大家。如果你那个什么想要把这里弄坏一下，你就这样。好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